修顶。这个 case 呢是在士嘉堡，有一个 bungalow，然后这个屋顶呢需要修理，今天呢就过来看一看，然后先上去，然后如果要是没有需要材料的话，再去买材料，再给它钉上，就这些东西，OK。现在呢，我上来了，然后呢，这儿有一片，第三片，第四个，这儿掀起了，第五个、第六个、第七个，大概七个点，第八个、八个点，九个，这还缺的不少呢。然后一会儿去看那边，一会儿得去买材料。哇，这边是缺的还是补的？可能是补的，这之前就补了。然后这边呢？啊，这边应该是背面的，背面的是邻居，应该邻居的保持挺好。对，就是这样，九个点大概，OK。现在这个8到9个点呢，都给它补好了。难倒是不难，就是要注意安全。这一块儿有点区别，颜色还有点稍微有点区别，但是90%、95%都已经匹配了。OK，就这样，弄得平平整整的，挺好了已经。